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易经新法讲座》。为什么呢？终其一生啊，经直上、直上、直上、直上上，用爱有一百下用，迄就是找八折大智慧，找咱一个人八折大智慧。哈，有啥你个你这个所有一切经典啊，你甲看，真济嘞，头到尾到尾巴。比如讲，回向、回向、回回向、回向、回回向，哈不。不也，哎，奇怪了，不来啥，不来啥，不来不去的不啥，嘿嘿，你唔知啊？因为唔甲不的，唔甲不中间的，即阵的不伫半空中，你一直念念念的时候，哦，中间欠啥，他这里写到家嘞，伊就个回话嘞，你个回话嘞，你就我就继续去接着耍嘞，经是安尼，是安尼来，迄个 test 都，哈，咱的这里实验的，哈，实验报告。所以咱的作者文章文字啊，拢是同款的意思，就经典嘛是，所有拢是全安尼来。哈，咱比较好是智慧甲知识，知识都哎呀，老师你都文字不通，迄个知识。哈，那智慧哎，老师你这阵不通，当时才接袂歪，当时才接袂歪，伊知影，伊两个学滴做，反正我十年后、五年后才接歪，我是挂地主多滴。好，我讲的一寡代志啊，讲嘞，哎，今讲到后日讲嘞，减一集。我你问下就要死哦。你在当家你做多啊啦？做你就拄着，我才来讲下济嘞，你无法嘞。哎，我也在等伊，阿哥是怎么嘞？老师，我想到了，这集是啥嘞？哦，全永远记诶。头尾一集，规头到尾，伊全记起来，那无就减一集。好，这就是圣人啊，哈，这叫做前人啊，以前的人圣贤啊，靠传会获取之意啊，哈，获取伊的本相，日以近其变化，日以近近其变化啦，地其用日后这些，一到这里用啊，以后才来借着作些文章啦、文化啦、文化啦啥拢开始做。文王之卦正又是啊，文王的卦都是这个道理。文王的卦都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咱个继续讲啦。上以福气之本卦，下采连山归中之变易。因其久固者，易其新归，日后就易以成。就易既成，连山可不复用呢？哈，一是福气一文王之易。一体一用，一本卦一变的，两者著名，哈，两者著名，哈，易多大悲，五国也易之为易，成于历代圣人，非一人所作也。咱孔子至圣先师啊，非常的这个伟大慈悲，哈，伊啊就开始讲，上伊啊。过咱的过去、过现在、以前，拢是依照福气，哈，福气的本卦。等于就是讲，孔子以前、夏朝、商朝以前啊，拢依照福气的本卦，哈。啊，夏采连山，然后咧，夏采连山归中一变的，福气的卦是单纯，过来连山归中咧，伊一变的就开始较造成复杂来。因其固者，一其之新规啊，然后将伊个固一制，哈，制度咧，原来会解说咧，含新的诶，即个甲合成啊，合成一个体，哈，之后就一些以后咧，就讲啊，就一就是，即个叫做将这一经啊，伊就甲连成一气，连成一气，哈，就一既成，
周易、周公、周朝的易经啊，周易既然已经成啊，一个体啊，完整本、完成本。那像咱释迦牟尼佛，伊在世所讲的这个法、这经啊，好也妙法啦。无人家，我迄阵当时无精力，等了灭道以后咧，才道地啊咧，才开始咧，开始哦，直直接十九年来，我听了啥，你听了啥，大家总共甲讲甲接起來，啊接起來以后咧，当时的文字的关系，文字的关系咧，所以的写的制作也听熟咧，未讲真正单纯，哈，未讲真正合作这个有所的规律。但后尾啊，则个即个三宗十二部经咧，即佛经咧，则个开始个整理，啊，伫整理到即个清朝时代啊，吼乾伏羲咧，乾隆的时啊，则个开始个整理，个整理一遍咧，个日本个修正大藏经日本啊，伊将即个佛经啊。日本时代吼，日本人啦，才将这个遐回事嘛，重新用日文啦，搁较重新翻译大藏经中整理好起以后咧，咱中国咧，系看到日本搁整理啊，开始搁翻作中文，哈，开始搁翻作咱中国字来，中国字来咧，即摆属大这个大藏大藏经，后这个康熙的两宗。大藏经和乾隆时代完成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咱的台湾的佛教，一个山。好像佛光山，这道场啊，开始诶，过来一挂和尚出家众咧，较有知识、较有学问的开始又搁整理这个佛光，哈，佛光咧大藏经，佛光山系统诶大藏经，啊，还有台北咧，还有一个系统咧，伊嘛咧整理大藏经，所以这大藏经啊、佛经啊。拢唔是当时佛所讲的原原本本，就是以后人诶，经过时代的思想、生活环境、人的思想呢，将这个重新过整理过。那是咱的圣经，那是耶稣伊过来出世的时啊，奇怪，我较早讲的都一撮尔，即摆来遮多本，一定我遮多本。好，咁因为就后人啊，以后嘅人佫加油添醋，佫啊足详细地讲。啊，那像昨昏，吼，咱咧啊，密教打来喇嘛咧，啊伊咧，吼，即用英语讲短短几句咧，哦，后壁翻译嘅翻一大篇，结果失去本意，吼，失去本意。啊，伊就讲咧，讲一节，确实五十秒钟尔嘛。啊，你来去翻到四五分钟。迄都唔是伊讲嘅，迄个翻译嘅人讲嘅，迄唔是怎么，哎呀，都打来喇嘛来，迄华佛所讲嘅，凡夫所讲嘅，凡夫所讲嘅话，所讲嘅法，所以讲嘅爱正确嘅认识，法本来就一单纯嘅，无遐复杂，因为人较复杂嘅，加入人嘅思想，现代嘅生活环境，所以伊家，啊叫做复杂化去啊，咱易经嘛是安尼。原来足单纯呢，但是因为当时生活会简单，认识会简单，哈，所以才会真个较袂遐复杂。到周朝来咧，文书啦、文化啦，开始足复杂啊。复杂的是当然啦，对这易经咧，依据现代当时生活方式，加开始啊，佮开发重新整理，好，甲佛经完全一样，其他的经嘛完全相像。咱咧道德经。道德经诶，五千言呢，咱呢道宗呢，哈，一几啊，我啊一几只都几，五千字诶，吼五千言呢，结果呢，哈，这里几大片。
是吧？经过人个开发的，啊，一囝生孙，囝生孙，孙生囝仔孙，囝仔孙，第三生生几堆，哈，生生到尾搭一个共系统嘛，唔知，这就是必然的现象会出来。那么之后周易以成周公的易啊，哈，以成一个体咯，哦，周易既成啊，连山归宗啊，连山可何用？连山归宗就免得都无用啊。啊，怎么样？啊，一是福气与文王二益，所以福气甲文王这里两个益，福气益，文王嘅先天益、后天益，啊，先天的益甲后天的益咧，一体一用，一个体，福气的益，益经就是体，文王的益就是用，一体一用呀，啊，一本卦一变的，本卦就是体。福气的卦就是体，哈，这个文王的卦是变的，变的就后天呢，就叫后天呢，后天，哈，比如讲啊，咱人的心都如如不动，啊一动呢，咱的思想想到乱七八糟，想几大堆，各个种，那是咱人所想的，哈，一个啊，拄则所讲呢，咱的话佛所讲的呢，用英语讲啊，十秒钟后边翻译的一大堆，哈，讲的超四五分钟，几十分钟。黑山，原来几秒钟是体，啊后边这都是用翻译的人就是用，把你母甲一刷平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一体一用啊，各位了解这个原理，好、哦，各位原理。那么今日我对台中要起的新闻是来讲经是体，要来这想当然今日一定爱讲经，讲个观世音菩萨的圣诞，吼、哦，这是体，好、哦。那么我对下来开始个怎么样呢？开始对背上山来，人客信徒来来去去的，哦，啊，过了过过过，安尼安尼，啊，欢欢喜喜啦！一讲啥，大家做问题所共同探讨的，迄就体来到这讲，到这又个是用。对大众来到寺里所当着十方善信众善信啊，是用。好，但是自迄阵开始呢，所讲这山呢。啊，我才过来讲的，迄阵又退，即又用，所以退甲用，退甲用，退甲用，拢一拢在像咧，正卡倒卡，倒卡是退，正卡是用，倒卡是退，啥倒卡是退呢？我就是要前进，所以我倒卡打出去，安定就是退。啊，再然后正卡举起来，搁点动，搁进一步为用，我即卡出去用。咱一个人，你看迄个叫做拍拳头袂过腰的。好、哦，也是真知独立。我脚倒脚徛条，正脚踏脚呢，踏到半天悬的，迄为用倒脚为体，正脚为用。所以一体一用，一体一用啊。所以各位爱了解，哈、哦，咱一经都是伫生活。那么咱老母老爸是体，咱为用，咱即摆要来做为用。那么各位啊，直接安放各位的祖先。历代祖先救援制作，咱的祖先是体，咱是用，是用。咱将咱所需要、所捌的智慧、所吸收的，经过咱的脑意识传达入去，经过咱的脑入去，啊，传达咱意识对祖先的灵魂片、灵识入去的，个为用，为用。所以咱今日听经是为用，哈。那么未来。是八道祖先完成借助为体，所以一体一用，一体一用，哈，一前为体后用，前为体后用。我现在告诉说，哎，这刷嘞，我要啉一杯茶为体，啊刷嘞，讲经讲刷，我啉茶嘞为用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过去啊，我嘛同款，那个哎，体用真白，一体一用，一体一用，我搞不清楚啥是体个用。到尾有一天向红发觉，哎呦，安尼对啊啦！我拍卡唱，腹肚疼，吊一日足疼，吊了是用。拍卡唱是体，啊开始啊一直唱一直唱，扬扬扬是体，啊拍卡唱才用。所以前是体，后是用；前是体，后是用。唔则哎呦，有体无力，有体无力。好，啥有体无力嘞？我都有这唱这个，你无去做。力是什么呢？
你的是啥？是这个呢？哟、哦，你吃，哈、哦，你呀、啊，哈、哦，你，你吃行啊，你是啥？是真，是真。好、哦，所以有体无力，有体无力，就是哎呦，你有这个体，有想都无去做，干那想无做嘛。所以有体无力，所以咱啊。咱呐、啊，这条都想着，认得着诶。咱爱做，想着爱做，这点吼、哦，咱圣贤呐，孔子子行先书啊，啊，甲咱开始个足详细，哈，啊，所以你开始有体，即有体用一滴诶时啊，就是正法，哈，一本卦一变体两者，哈，做即个借名啊，借作哈，借名啊。一道代表一经的道咧，甲周朝就开始稳定咯，开始稳定咯。哈，五国也一之为一啊，咱的孔子子行先书啊，所开始五国一之，一之为一，一经是安那为一，一之为一，是安一者为一切变化，体用前后上下之，暗。明哈，吉祥和福，拢是这只一字为一啊！已经是安那有这的变化，世间事一切拢包容的一呢。生于历代圣人，这拢是历代圣人啊，甲咱上上世世甲咱开始咯。非一人所做，唔是一个人所做的，所以已经唔是一个人所做的，各位爱弄清楚。哈，易经咪是人，佛经嘛咪是一个人所做诶，哈，嘛唔是一个人所讲诶呢，哈，通称佛说，通称佛说，通称圣贤也，圣贤所讲，圣贤咪是一个人俩，圣所有一切有智慧诶人为圣，贤者所有有智慧诶人为贤，圣圣圣贤。哈，成道、成觉者、成佛、成菩萨，迄拢是过去已经有开悟、有觉悟、觉性，这些人啊，也叫做咱的代表就对。哈，所以这个周公啊，这周易啊，不是一个人所成的，是历代圣人哈共同所开发出来、所悟出来，哈，然后经过。改革、改善、改革、改革、改革嘞，啊，变化出来以后形成一体。那现在咱宪法，哈，当当在改宪法，宪法无改，时代未符合吧？所以宪法一改宪法就原理就先来，哈，宪法，哈，修宪、修正、修宪。好，继续呢，咱阁讲哈，福气克之，克之，诸圣消消之，哈，以及本天地自然之事啊，故作者易啊，而易不易，易事易啊，而易多不易，哈，文王之易，故源于归宗，归宗源于连山。啊！耳目不出自福气啊，福气随音传其体，哈，随音传其体，而用乃效益就益，即二者，即二者合二一益一全呐，哈，更无分益福气文王，不过就益传自文王。哟、哦，传自文王，金水名叫做周易呢。托色一者，爱东西为一易，一个易，哈，不可以其传述
知人不同，而为有而异啊！哈、哦，咱已经哈、哦，虽然呐、啊，哈、哦，讲到就是福气来给咱开发、启明、开发出来，然后啊，自性现来个继续加演化、演化研究哈、哦，研究啦啊，另外以后搁加改革过，哈、哦，搁加添落，哈、哦，搁相加说明。以及本天地自然之事啊，这拢是本来天地自然的天数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作者无共款，但是作者无相像，亦经相像，亦一事无共款的，但是亦都绝对不变，亦都不变。文王的亦，当然一是因原意啊，原因对这个连山，叫连山原啊，对伊文王的亦是对这个贵宗来，贵宗的亦对连山来，连山的亦嘛出自福气，对福气开始。哈，所以福气虽然传起来，福气也传一个体尔。你用来效益就用啊，迄用啊，嘛是伫周朝的时啊，才有真正详详细细甲开发出来，哈，详细甲成一个体，哈，甲文甲用，甲周朝才甲用出来就对。哈，这二者合二为一一传呐，所以这个体甲用啊，哈，拢合二为传就对了。哈，经无分伊福气文王，所以一经无分福气文王。哈，不过周易传入文王，周易传对文王来，哈，今日所以才叫做周易啊，今日才叫周易。哈，读习一经啊。咱读书要研究易经者，爱是爱看作一个易，那么看作两个哦，一个易，易经是一年无两个，啊，只是伊个说法对对开始，台北一个年啦，台北都摆台北一个年，好、哦，你对对去，到目的地都是台北，好、哦，你对大陆飞机飞过来才嘛台北，对过来台北都一个年。宇宙间、世间，干了代表一个尔，是一，就是同款意思。那么中国就中国，中国就中国，你行到倒去，较讲中国嘛，中国，并无两个中国。啊，即摆是中华民国甲中共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嘛是一个中国，嘛是中国，并无两个。那么我张某某，哦，张某，阮老爸名号叫张天王，你看一个就一个。我顶上我坐了一个，无两个名同款的，哈，遐尔济。但是，我一个就一个，在座各位恁一个，恁就是一个，无第二个。哈，除非即摆我复制的人，但是思想无相像，灵魂无相像，所以一对一。这道理各位爱了解，所以易经一个名，无两个宇宙间大宇宙一个名，阳阴一个名。嘛是一个体，一个体，所以各位爱了解易经，哈。虽然足济易咧，世间传家一易讲到足济咧，天花乱坠遮济，嘛是一个易，嘛是咧讲阴阳对待，善恶对待，你我互相对待，哈。这是一个易，一个易。所以讲学习易者，哈，爱东西为易，不可以传顺诶，人物。袂使，因为讲讲嘅人无相像啦，啊，叫做有两个亿。袂使讲哇，呼，地球51亿嘅人口，哈、哦，讲一个地球嘛是一个都一个无第二个地球，哈、哦，所以亿嘅道理就是这呀。好、哦，那咱直接哈，大家一段落。